按咱们肚子煮好了，今天咱们吃麻辣牛肚。哇呀，这可煮了两三个小时呀。出锅凉一凉吧。切点豆腐皮，豆腐皮放底下，再切点大葱，再切点姜片吧。这姜冻了，发黑了，晚上太冷，屋里。金钱肚中间来一刀就行，这个就这么大片的煮着吃啊。哎，疼，这牛肚子多厚。好嘞，再来点菜，再来点金针菇。好嘞，炒个料。多来点油，再来点郫县豆瓣酱，炒出红油，葱姜干辣椒炒香，再来点秘制的酱料一下。哎呀，看着就香啊。来点生抽，好，来一把家乡的细粒盐。好嘞，开锅了，倒里头。哎呀，正好。好嘞，这个在煮一下，盖上锅盖，炖的差不多了，开盖。好嘞，哎，放这儿，这一大锅啊，尝一尝。先来个这个牛肚啊，看看牛肚，哎呀，好吃，这大片的金钱肚捞出来晾一晾，一会儿直接撕着吃就行。哎，晾一晾，这个饼这样打开，然后放这个肚子啊，哎，来点肚子，再舀点这个汤啊，哎，往这里一浇，哇，这也太过瘾了吧。嗯，吸满汤汁，哇呀，吃这个金钱肚，再蘸点这个韭菜花，哎，蓝蓝的天空，碧绿的大地，这里是最美的草原，哇。这个味道遥遥领先呀、啊。